他说如果被抓去柬埔寨，你会救吗？这样。一定是会救的啊！谢谢。我柬埔寨朋友那么多，你被抓到脏话我都去救。别说柬埔寨，脏话我就把你救回来。你抓去太平，我也去救。太平太近了啦！大甲救不救？大甲救，肯定救。如果我到柬埔寨，你们会来救我吗？你吗？对啊。你到柬埔寨？对啊。是不是很久没看到我？难怪最近特别舒爽。那你知道我在忙什么吗？我最近在上表演课。哎，我最近在上表演课，立马回应姐。上什么表演？哦，太好了，我在等你 Q。就上表演课啊。哎。好了，好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有人讲到关键，对，没错，我要演电影了。哈哈哈哈。不要害人家那个票房，小心一点。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叫我电影红。不要再。人家演电影的都长这样子，你长这样。看。长这样，是拍电影的。对啊。啊，我长这样。对啊。丑垃圾。角色需求嘛，你好、啊。就知道为什么我把那个挂在后面的吗？怎样？看不到他。然后把这种好看的放在我前面这样。他说：“如果被抓去柬埔寨，你会救吗？”这样。你去抓去柬埔寨。不要这个。一定是会救的啊！谢谢。我柬埔寨朋友那么多。好。肯定是救的啊！谢谢。哪次不救？你被抓到脏话，我都去救。别说柬埔寨，脏话我就把你救回来。我可能自己用走了，不走一天会走到，没关系，谢谢。对吧？你抓去太平，我也去救。太平太近了啦，大甲救不救？大甲救，肯定救。哪次不救？分园可以救吗？分园？分园比较远，分园没有快速道路。哎呦，分园可以啊。分园在彰化。你直播有3000多人在看，莫名其妙哎。对啊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他们可能都肚子饿。肚子看着，如果我到柬埔寨，你们会来救我吗？你吗？对啊。你到柬埔寨？对啊。不会啊？为什么？好像我也不用救。对啊，你就朋友在那边那么多。而且如果你今天都已经真的看什么原因过去啊，没有。我应该。也是啦齁。你吗？你讲话很辣的齁。还好啊。我讲很委婉。